那个要么就走吧，那个要么就走吧，那么吧，嗯，啊，是啊，那就上下了。啊，那要去啊？哎，那么去啊？你要去呀？要去，我带他往外去。我在等你。喂，爷，我带阿婆去了，贵婆，我带你能去吗？啊，那个去这里忙我找嘛。 三伯，欢迎大家收看。最近天气不错，就把这个落霜啊，这个生姜有影响。我看就在兰花生姜了啊。那生姜的长好啦。耶！哎呀呀呀！呀，我全弄趴到来，辛苦到来。是，你看，不对呀。嗯，蛮好，要把叶子割了。像不像灰太狼那个锅盖？哈哈哈哈哈。锅。红太狼呢？啊，红太狼。等我来带一下。去换一个。 前那两圈全在弄趴到里。哎，多难！切，忙活嘞。哇呀！哇塞！哦。哈哈。这个不动手呀。 看，你那个啥个，那个卡，我来看。好。哎。老爱。 不是别挨了打？嘿嘿，还应该有。面没钱嘛嘞？那。哎呦，我不会看吗？嗯，注意了。 往里边，哦，往里边。
黑了啦啦啦，黑了啦啦啦，哎呀，橄榄球特别香哎，咦，哈哈。你刚刚那个一来一来个鸡来找人，我怎么找吧？啥找着鸡啊？我怎么找？找不到个。哎，找不到。那个正子问金刀娘的，可是拿不到。这个米都掉了，不呀，房子不大，房子不大。是啊，我那个金刀鸟在西南方。坐第一个车。没得啊，没得。哎，这样的。哎呦，姐。红姐，红姐。我也聊不远。红姐，我慢慢点，慢慢点。哎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妈，刚刚送给我个阿当嘞。我都爱打了，听我的嘛，张牙。哎，那没人去接我，发不发钱我都不，付我得啊，光是拿上。哎，俺多一发我不。就俺没我上，没我得了。年纪人了，得了点钱，经常把心里些事搞。不要装乖，啥给他了？嗯，啥给你啊，张牙？第一个的。嗯。弄这个也酸，嗯，那也酸。